大家好，今晚又是我周真源陪你看天氣。今日下午由維港望出去，看到整天都是雲，沒什麼陽光的。而各區錄得的最高氣温分布就是介乎25至30度之間不等。透過大範圍的衛星影像，我們可以看到一道廣闊的雲帶現在正是覆蓋著廣東和南海北部，為這區帶來一些降雨。來到今晚和明天詳細的預測，預測會是多雲有幾陣的雨，初時氣温就會是徘徊在25度，風方面就是吹和緩的偏東風。明天稍後的風勢會增強，雨勢亦都是會較為頻密的，去到明晚最低的氣温跌到大概22度左右。再看看電腦對於未來幾天的預測。由於受到高空的擾動影響，在廣東沿岸地區在未來的一兩天都仍然會是有雨的。另外，我們預計一道冷風在明天稍後就會抵達華南沿岸地區，在星期三這一區的氣温就會顯著下降。最後看看8日的預測。我們展望星期三是會顯著轉涼和有雨，星期四最低的氣温是會降至14度左右，在本週後期是會持續清涼的。今晚同你睇到呢度，拜拜。